青青，哎，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哥，怎么了？青青，怎么回事？啊，我没见哥哥。哎，青青，青青，你的事儿没处理完呢。他的事我帮他处理，行吗？你们放开，放开，不然我就跟你不客气了。口气不行啊，你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吗？长大哥。 我们昨天给青青过生日，青青心情不好，酒喝多了，可他又不肯回家，我就让我表哥来了，托表哥把他送回家，可他们硬说青青是卖淫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你是干嘛的？你有执法权吗你？擅自放炮犯罪嫌疑人，妨碍我们执行公务，我拘留你。 又到我们这儿微服私访来了，啊！好了，把他们都带出去，都出去。时局三令五申，不允许雇佣联防队员执行治安任务，因为他们没有执法资格。 你们派出所为什么不执行？我们派出所病号比较多，辖区治安得不到保证，警力不够用啊，所以呢，我就找了几个联防员，让他们协助我们工作。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。在你管片里有多少常住人口？大概有3万多户吧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有多少重点人口？有多少刑满释放人员？ 这个问题归张副主任管，他住院了，你还去问他。这些起码的数字你都说不出来，作为派出所的所长，你怎么搞好管片的工作？我来这儿才一个多月，我抓的都是实事儿。说说，你都干了哪些实事儿？抓属龙手冒建设。 抓赌博的，专卖淫嫖娼的，抓打仗斗殴，哼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我就收到治安罚款11万元。可见这些联防员是不是功不可没。向东平，我警告你，老所长刘毅在没有退休之前，他从来没有雇佣过联防队员，但是他的管片社会治安各项指标的全市都是名列前茅的。怎么，到了你这任所长，不顾几个联防队员，派出所的工作就玩不转了，是不是？ 如果你不能够限期辞退这些联防队员，督察队将以督察决定书的方式强令你执行，你听见了吗？张大队，我都蹲过你的禁闭室，我还怕你什么督察决定书？哼，我劝你一句，你不要以督察的身份到基层来指手画脚，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，然后你再管别人。 青青今天怎么了？情绪不太对呢。听保卫部说，青青昨晚被警察给抓去了。派出所一早打电话来，核实我们公司有没有这个人。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？丁经理，不付出代价能调任电台吗？就是呀。你们几个赶快工作去，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。
喂，喂。丁克，你出去吧。是。那个，这个就是尚可空的软盘。你们家嫂夫人真有点想法，把你老兄这几年送礼的资料全部都拷贝上了，而且还有我的名字。幸亏没让常见得到啊，否则的话。哎呀，臭娘们，她哭的时候。还有呢，你再看看这个。长剑，我让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你拍照的技术不错呢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丁哥，就是相机好，我特意为他买的。我看干特工你是个好材料。嗯，善根红认识你吧？我一直没和嫂夫人见过面，我觉得她不应该认识我。那就好。怎么样啊？啊？有件事你还得帮我一下。林哥，你说。哎，喂，是单科红吗？你好，我是市局督察队的常健。常队长，那个软盘你打开了吗？软盘？什么软盘？哎，我就是昨天晚上我给你那个，那里面有黄金鼎这两年来送你的礼单，包括你们公安局的人。哎，我正想问你这事儿呢，昨天晚上你怎么没去劳动大厦？你说什么，常队长？我昨天晚上从6点半开始，一直等你到7点多，都没见你人吗？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这种事情我怎么会开玩笑呢？哦，常队长，我不是催你要钱，那些钱的事儿我们就别提了。我现在只关心那些文件，你们打算怎么处理？你是单科红吗？我当然是单科红。你怎么说的东西我越来越听不懂了？你心里明白就是了。哎，盛红啊，你这样吧，你能不能抽时间来一下督察队？常队长，你连见我的面你都不敢承认，我去你们那还有什么用呢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误会，误会，我认识你就是误会。哎，喂，喂。常健啊，那他现在在哪儿啊？我打他手机，手机打不通，我打他办公室电话，也没有人接。常健，
你还是要找到他，跟他好好聊聊，让他早点回家。只要他回家，就什么都好说。我没事儿。昨天晚上有个朋友找我，我就先过去了。回来的时候你都走了。啊。昨天晚上我去见山河红的事儿，你跟什么人说过吗？没跟谁说过呀。你那个朋友叫你去干嘛？啊，那我们本来早就约好了的，实在推不掉，就过去打了个招呼。咱们去见山河红，那是工作。啊。怎么？你找我有事儿？梁局刚才找你没找到，就把我喊过去了。这是市委余书记批示的一封投诉信，一个香港的商人叫林达雄的，他投诉那个金门派出所的所长向东平，说向东平诬陷他嫖娼，敲诈了他30000块钱。又是金门派出所，又是这个向东平。喂，是常大队长吗？我是金门派出所老陈呢。哎，老陈，你好。你快来吧，我们这出事了，有上百名群众要到市委啊集体上访。群众为什么要上访？哎呀，一句话两句话我也说不清楚，我要请你们督察队来一趟，不然光靠我是捂不住了。好，你这样，你想尽一切办法先把群众安抚住，我马上就到，我正好要过去了解点情况。嗯，就这样，再见。我跟葛梅去一下金门派出所，正好可以顺便了解一下向东平的情况。你在家里把各个小组暗访的情况拢一下，然后把把关。好，可以。葛梅啊，上次买电脑那个事儿向你道歉了啊。陈队，我知道接手新鲜事物需要一段过程，我理解。那句老话说得好啊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更比一代强。在接受新生事物这方面，我的确要和你们好好学习。常队，还有一句老话，当你意识到你自己犯错误的时候，你的错误已经改掉一半了，所以你有进步啊。我这人脾气比较急，有的时候发起火来不分时间地点场合，你们别往心里去啊。你知道吗，常队，我跟您说句心里话，正是因为您很坦率很正直，所以我们大家才会特别的信任你、尊重你、佩服你。我这人比较害怕别人当面恭维我。我是那种当面恭维人的人吗？你不是，你绝对不是。但是现在，你正在干着当面拍马屁的事儿。常队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常队，你别觉得我这是在恭维你。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话当中啊，包含着对你的意见。我有几句话不知道说出来你能不能接受。说。你是不是自己觉得你是一个很讲政治的人？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对政治这个含义的理解有些狭窄。我喜欢你这个说话直来直去的性格。拿来了！快点！拿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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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说，太恶劣了！我是市公安局警务督察大队的大队长，我叫常建。大家知道我们督察是干什么的吗？我们是管警察的警察。管警察的警察。对，我们就是管警察的警察，是吧？那么我们都管些什么呢？这个执法不公、立案不实、服务恶劣、刑讯逼供，通通在我们查处纠正的范围之内。如果说大家觉得金盆派出所在执法服务方面存在问题，可以向我们反映，我们一经查实您的情况是属实的，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，一查到底，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好不好？好。但是咱们这人太多了，站着说话多不方便啊！乡亲们，这样好不好？你们选几个你们认为信得过的人当个代表，咱们请到里边去坐下来好好聊聊，怎么样？其他人呢，咱们回家去等消息，好不好？行。我去人才会信服你，否则像今天这样怼你门口骂娘，你怎么了？自从夏东平调来之后，这老传统不要了，基础业务就扔了，我们都靠边站。所有的警务安排都是冲着钱去的，惹得老百姓要上访。我这多年的老警察恨不得找个地板缝钻进去。夏东平呢？还在吗？他每天就露一会儿面，安排完怎么整钱，骂一会儿娘，就再也不知道上哪去了。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忙活些什么。身为人民警察，不为人民服务，欺压百姓，这样的人，他的后台就是老天爷，你必须收拾。咱们好好说说。他丈夫讲理不讲理？来，大家坐，别着急，喝点水，慢慢说，看看哪个师傅先说。好，我先放一炮。我觉得咱们这个派出所现在变成了漏钱所了，这一个防盗门才6000块钱呢，可是他们呢一转眼就剩8000，太不像话。你们说这黑不黑？黑了。您，我说一句，赌博我们也知道是犯法的，但居民楼一些老头老太太们闲着没事儿玩1毛2毛的小麻将，纯属娱乐活动，这犯了哪门子的法？凭什么把他们给抓起来，而每人还罚500元？这不是捞钱捞红眼了吗？这一下话就不像话，就是这样，纯属1毛2毛，纯属娱乐活动，这不像话了。还有什么问题？哪位接着说？是飞飞吗？我是林大雄啊。林先生，我对不起您。不，飞飞，这事儿不能怨你，都怪我。如果不是那天我拉着你去光过生日的话，我们也不会遭受这么大的不白之冤的。不过我已经找过你们市委于书记了，他听了以后也很气愤，并且责令公安局的督察大队立刻立案侦查。菲菲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们一定会搞清楚的。谢谢你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一辈子不会忘了你的。菲菲，你现在哪儿？我要马上见到你。我要回老家，一辈子再也不回来了。菲菲，你不能走啊！菲菲，你不是答应过我帮助我筹办企业吗？对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市委于书记已经责成有关部门帮助我考证立项了，而且还给予了相当大的优惠政策。菲菲，
你不能撇下我一个人的。林先生，你不知道，我过去做过许多许多不好的事儿，我不配做你的朋友。菲菲，我不在乎你的过去，我只在乎你的诚实善良。林先生，您听我说，有一个无赖，他一直在缠着我，为了摆脱他，我必须离开这里。还有，我怕连累你，我真的怕连累你。你告诉我，他是谁？就是那个流氓警察，向东平。又是他，这一切一定都是他策划好的。林先生，对不起您了。我到火车站了，您多保重。菲菲，菲菲，哎，你听我说，菲菲，你们能撇下我一个人呢？菲菲，菲菲，菲菲。对不起，今天晚上我有事儿。有什么事儿？能跟我说说吗？我要去游泳。我陪你，我正好想锻炼锻炼身体。别耽误你宝贵的时间了，忙吧。我今天
天晚上找你是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什么重要的事儿啊？是关于你们督察队常见的，我相信你会感兴趣的。啊？常见的事儿？青青，还生气呢？哥有些话你可能一时还接受不了，但是哥哥确实是为了你好。哥，你不用说了。或许从你的角度考虑，你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，但你为什么从来不为我想想？我实在是听够了你那些光冕堂皇的大道理。我没那么高的觉悟，也不想有那么高的觉悟。青青，听着，这跟觉悟没关系，这是做人的原则，知道吗？人不能面对权贵就卑躬屈膝，失去自己的骨气。哥，我不想听你那些老生常谈。那好吧，等晚上回家咱们再说，啊？我晚上不回家，我这两天在宿舍住，我心里烦，一个人静静。你跟嫂子说不用惦记我，我自己会照顾自己。全是假象，他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常队怎么得罪你了又？葛梅，你真是太单纯了。有些话我本来不该说的，我还是告诉你，常建已经被立案了。什么？常建立案了。为什么呀？事儿多了，以后你就知道。还有，哎，哎。也不知道亲戚住的地方怎么样。青青她大了，她能照顾好自己，你就别担这个心了。你父母去世的早，咱俩结婚那会儿，青青才七岁，可这孩子，她懂事早。记得有一次，他丢了学费，哭着跑过来对我说：“嫂子，你打我，我把家里的钱给丢了。”你说我能打他？搂着他我就哭。我知道从小你就疼他，可这孩子真是被咱们惯坏了，现在是一点委屈都不吃。青青打小就跟我亲，咱俩又没有孩子，他就梳着小辫儿，依在我的怀里对我说：“我就是你的孩子。”可现在，你这个当哥哥的，对青青是不是太严厉了？哎，你就别哭了。你哭着我这心烦你，那你说我现在怎么样？我这脾气也改不了了。你总是要亲戚按照你的意愿生活，可
可我和亲戚都是平平常常的人，没你那么崇高，也当不了什么英雄。春雪，你看你说这是啥话？咱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了，那别人不知道你还不清楚我是个什么人吗？我其实对自己没有多高的要求，我就想当个好警察。我知道，可你为了当个好警察，你付出的也太多。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心情不好，你这下着岗，这清清这又……可是春雪，你想想，这生活谁家能没点难事儿？啊，比咱难的还有呢，那怎么着，人家就不活了？我总是在想，咱就活得再难，咱得活出骨气来；咱活得再难，咱不能生活的低三下四，咱不能走歪道，对不对？说到底，骨子里我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也不是这样的人，那青青她也不是这样的人。我先去看看他们。你看你是打完这瓶药，我就想去看看。哎呀，你别哭了，别哭了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打完针再去啊。我也现在去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好好好，现在去，现在去。你的脾气一定要改。嗯。啊。改，改，改。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你知不知道你师父被市政法委立案了？什么？我师父被立案了？对呀。哎，你听谁说的呀？刚才听市政法委的许处长告诉我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跟了我师父这么多年，他的为人我最清楚。好，先别着急，咱呐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把这些人都给我带走。哎，你凭什么把我们也带走？妨碍了正常的警务活动，又没有身份证证明你们的身份，难道我们打个举报电话就违法了吗？到派出所再解释。好了，就到这儿。啊！刚才大家都看了督察大队暗访小组的录像，这只是一小部分，这里边有好的，有不好。有个公安局长说是督察在找他的麻烦，故意和他过不去。那我倒想问问你，是督察在找你的麻烦，还是你在给公安添麻烦呢？放纵黄赌毒，忘记了人民的委托，只知道抓钱，你还是一个什么公安局长？我不管你多大的官，是局长也好，所长也好，
只要你是人民警察，就必须接受督察的监督，除非你脱掉警服。同志们，老百姓怎样看待政府？说白了，就是看穿官衣的。我们人民警察就是穿官衣的，我们的一言一行就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形象。我们警察的素质低，那就影响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。我们干民警，尤其是基层民警，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。你说，如果老百姓连我们警察都不信任，那他还信谁呀？我们建立一支督察队伍，就是整治队伍、重建形象，让警察和老百姓成为真正的鱼水关系。长坚，你说说。我们督察队，说实话，真不是说想故意找大家的麻烦，说专门跟谁过不去，想整治整治谁。我们之所以这么做，目的很清楚，就是为了老百姓，为了维护警察的形象。我们督察有两句话：视人民为父母，视民警为兄弟。说白了，说到底，从严治警，依法治警，我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自己的兄弟好。我们希望能得到大家充分的理解。您是盛队长吗？你是？啊，我以前也当过警察。哦，想起来了，你在蓝平刑警队干过是吧？对。你叫江建平？现在叫江冲。哦，上去，来，干一杯。我不想喝。说白了，我不想和你喝酒。你瞧不起我，可我和你正相反。上去。看到你们穿警服的，我还是觉得亲。你啥时候不干的？我没死的那年，我是他的搭档。你过得怎么样？啊，我是说你脱警服之后。不怎么样。为什么？钱不够花呀？钱是够花的，就是心里憋屈。那你说说，我今天心里闷得慌，正想找人聊聊呢。你说，尚局，说实话，你说挣这么多钱有啥用？要不是为了我那死去的兄弟，打死我也不脱警服。我那兄弟死了，一家的老小就靠那点救济，你说咋过？我挣钱是替他们养家，为我赎罪。尚局，来，干一杯。
上局，看到你们穿警服的，我真想走在街上，让人尊敬；处在人堆里，让人有依靠。他就是站在黑暗里，他也有光亮。你看看，你看看我像啥？钱挣的再多，又有啥用？ 说这个，你体会不到，因为你现在还穿着警服。这么说吧，如果我再活一次，我还穿警服，不再脱了，就是受苦受累受委屈，性命丢了，也不脱了。 啊。<laughs>